每一张相的背后都有一个香港故事，每个人都是一个香港故事。全世界10蚊的美芝莲点心在香港自由。史力加和尹石龟是我们香港人有份设计和创作的，我第时都要好像他那么厉害。It's been a great place for me to do business, from exporting garments to running a theme park. 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故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香港。